郭碧婷称被人诬陷消费，向太回应要接儿媳回家住，萧敬腾却成焦点。其实郭碧婷虽然是一位艺人，不过她之前在娱乐圈中的人气并不高，而且名气也不是很大，但是因为她参加了某综艺节目和向佐在一起之后，她却是成为了观众们的焦点。她和向佐两人从相识相恋到结婚，可谓是一气呵成。不过因为郭碧婷拥有一位好婆婆，可是令人十分羡慕，而郭碧婷自然也不用愁婆媳关系不和的事情了。想必大家也都知道，郭碧婷和向佐在录制某综艺节目的时候，向太对郭碧婷就十分看好，更是想要撮合两人，没想到两人最终竟然真的在一起了。有这样的婆婆简直就是神助攻啊。看到郭碧婷的发文之后，向太很快就转发并且评论回应，看到向太的回应却是一如既往的霸气，依旧是往日的风格。除此之外，向太更是表示在七月中旬的时候，全家人都会去台北接郭碧婷回家住。不得不说，向太评论安慰儿媳妇也实在是太霸气了，不管什么时候他都在护着自己的儿媳妇呀。